我讲的什么意思？他们就给我哎，这不断的。
宝两个也要算出来。不要说一毛两毛，人家一定是没有地的嘛。哎。
Thank you.
还要谢我。那你把钱要吧。缺不缺人？我去吃。他就在上海。对啊，他肯定在上海或者北京。你家那个上海老汤买的很好。
也经常玩的，也压了，有这么我等蚊子，可可没个，我等两天。因为我为什么说，因为你在这个行业，我知道你到底。